各位委员同仁，大家早安。今天进行全院委员谈话会，处理本院委员柯建铭等人请求召开临时会，令委员林德虎等人异于今日提案，请求召开临时会审议特定议案，请议事人员一并宣读提案内容。首先宣读民进党党团提案。本院委员柯建铭等67人为落实周休二日建构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所需并兼顾安全弹性之劳动制度，建立合于国际潮流、减轻薪资所得者负担之税制，强化水资源管理以因应气候变迁对粮食安全之挑战，并扩大对农民的服务，结合公司部门能量，加速促进居住环境改善，提升国家竞争力，原因依宪法第69条及立法院组织法第6条第一项提请召开临时会审议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所得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第23条、第35条及第40条条文修正草案、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设置条例草案、中华民国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总报告案及总统咨。为监察院第5届监察委员，现有缺额11名，兹依据宪法增修条文第7条第2项规定，提名王佑林、田秋瑾、瓦利斯贝林、林胜峰、高永成、庄武修、陈诗梦、杨方婉、赵永清、刘文雄、蔡崇义11人，为监察院第5届监察委员自请同意案及总统咨。监察院第5届监察委员现有缺额11名。签于本106年3月2日，以华总一致字第106100125205之，提名王六龄等11人，请贵院同意见附后任命。自因其中被提名人刘文雄先生病故，原依据宪法增修条文第7条第2项规定，提名杨方林为第5届监察委员自请同意案等议案，详如附表，并自107年1月5日星期五至1月31日星期三召开第4会期第1次临时会，1月5日星期五中午举行程序委员会，1月5日星期五下午召开第1次会议。1月8日星期一、9日星期二、10日星期三、1月16日星期二、17日星期三、18日星期四、19日星期五、22日星期一、23日星期二、24日星期三、25日星期四、26日星期五、29日星期一、30日星期二及30日星期三为第二次会，是否有当进行公学？接着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本院委员林德福、林维洲等31人，有鉴于近年来台湾空气品质明显恶化，国际公认的一级致癌物 PM2.5 更是国人严重的致命威胁，解决空污问题已是蔡英文政府刻不容缓的严肃议题。本院应立即邀请行政院长赖清德，针对台湾短中长期空气污染防治政策对能源、交通、经济等层面之影响评估，一致向立法院提出报告并被质询，并召开委员会审查《空气污染防治法》修正草案，令攸关保障人民集会、游行自由及体现公民参与之集会游行法、游行法修正草案。实现公平正义税制改革之所得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中华民国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等，亟待本院三读通过。原建请依宪法第69条及立法院组织法第6条规定，召开第9届第4会期临时会审议相关重大急迫性之特定议案，如附件，必力尽速完成立法程序，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好，现在请提案委员进行提案说明，说明时间5分钟。首先，请刘委员照好。主席、各位同仁，本人代表民进党党团来说明我们此次召开临时会的缘由。我们本院党团。民进党党团根据宪法第69条及立法院组织法第6条第1项，召开临时会审议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还有所得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第23条、第35条及第40条修正草案，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设置条例草案，中华民国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审查总报告案及总统之为监察院第5届监察委员，现有缺额11名，之依据宪法第征询条文第7条第2项提名王佑林等11人之同意案。本次临时案召开总共有5个法律案，即包括一个人事同意权，理由如下：第一，中华民国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是国家整体资源分配及维持国家机关正常运作不可或缺，也是政府推动各项实施计划所需要的财政资源，富有导引经济发展、影响景气循环之功能。如果未能确实审定各项新兴计划，包括军工教调薪3%，攸关国家国防安全的国军多功能雷关机等武器设备，以及设置、购置、换向弹药等经费，还有海巡的舰艇筹建经费、军事警察制服、高教深耕计划、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发展等相关经费，将因此而停顿，严重的影响我们国家的竞争力。另外，为了建立符合国家潮流且具备竞争公平合理的所得税制，适度的减轻受薪阶级的所得者、中低收入者、身心障碍者及中小企业及创新企业所得之负担，横平薪资所得税以及鼓励所得赋税，解决两税合一、部分设算、扣抵制度衍生我国居住者个人股东鼓励所得税负较重与外资股东鼓励所得税负之间的不平衡，所以我们原提出所得税法的部分修正条文。另外，为了因应我们气候变迁所导致的粮食安全及强化农业水资源的利用，扩大农民之服务范围，强化组织专业经营，修正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将农田水利会改制为公务机关，并另以法律保障改制后现有资产及职员之工作权利。另外，我们参考邻近国家所推的住宅及都市更新政策，我们制定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设置条例，因为以公立的专责机构结合私部门的能量，整合协助推动社会住宅及都市更新等相关业务，特别是现在台北市举办4大运之后，我们目前所有的选手村必须透过这个法律的通过之后，才有办法将这些选手村加以活化，更有效的利用资源。另外，因应周休2日新制实施后，劳雇双方就延长工时时数受限制、例假日安排及特别休假规定，均有适度调整之建议，为建构符合当前社会与经济发展所需，兼顾安全弹性之劳动制度，所以我们提出劳动基准法等相关的修正条文。以上是我们此次召开临时会所提的5个法律案及一项人事同意权的理由。我们延请本院同仁予以支持，让我们召开临时会，让整体的国家相重大的法律案、国家总预算能够顺利的通过，让我们国家更往前进一步。以上，感谢大家。谢谢李委员。继续，我们请林委员为周，时间5分钟。国民党基本上的立场，我们不主张把临时会常态化，等于每一次的定期会完，不以延会为方法，反而依据总是要依据所谓
宪法六十九条以及立法院组织法第六条的规定，召开临时会。我们反对这样的方式，每一次院会完都把临时会惯例化，因为在宪法里面的规定以及立法院组织法第六条里面的规定，它对于临时会它有两项主要的规定。第一，它以特定事项为会议的内容，所以要决定一些特定事项。然后第二，它也明文规定要以临时重大的事项为讨论的开会的内容，但是我们把它常态化以后，都违背了宪法以及这个立法院组织法的规定。这个所以第一个，我们反对每次都用临时会，然后把这个常态化这个临时会哦。但是我们没办法，我们国民党少数啊，每次民进党从这一任期开始，每次都这样搞。对于这样子的议事方式啊，我们表达抗议再抗议了。但是既然他们又要开临时会，我们也不得不要提出我们在临时会里面我们想要讨论的事项、特定事项。这一次临时会里面，国民党提出了四个法案事项列为临时会的内容。第一个是总预算，所以民进党的朋友不要再去污蔑在野党以及国民党说不讨论总预算，我们也把总预算放入临时会应该要完成的议案之一。第二是关于空屋法，空屋法是全民共识认为是紧急的、重大的，而且应该加强防治的。不管是在野党、执政党，都有提出相当多的关于空屋法的法案版本。这样子，朝野有共识、全民期待的法案，我们把它放入临时会应该要来讨论通过。哎，只有三个在野党都同意都支持，只有我们的执政党民进党就是不把空屋法放入临时会的讨论议案里面。第三，我们把税改的法案相关的版本也放入临时会讨论的法案事项。第四，我们把集邮法要松绑甚至废除的这样的相关版本也放入我们这一次临时会的法案讨论事项里面。那是有鉴于最近民进党执政以来陈抗层出不穷，而且屡屡侵害人权，竟然把陈抗的人甚至在场的律师，在陈抗的时候陪同的律师把他们掳走，而且啊去丢包放生了。所以啊，我们认为啊，这个这样的集邮法早该废了，或是应该大幅度的松绑。我们提出这个四大案子，其实也跟其他的党团也有重复的。那每一个案子都是人民所期待的，而且是比较容易得到共识的，不管是空屋法、总预算、税改跟集邮法。我们认为台湾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容纳多元的声音，凝聚不同政党的共识，让台湾才可以继续往。好，谢谢林委员。各位委员同仁，现在委员李鸿钧等人欲以今日提案请求召开临时会审议特定议案，
请议事人员宣读提案内容。本院委员李鸿钧、林德福、林维洲等31人，鉴于空污问题严重恶化，民众人心惶惶，国人健康堪忧，且中华民国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迄今尚未完成三读立法程序，恐影响国家竞争力，原依据宪法第69条及立法院组织法第6条第一项规定，提请召开临时会，邀请行政院长赖清德针对国家整体空污防治政策向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同时审议重大且具急迫性之特定 应案。详如附件，并自107年1月5日星期五至1月31日星期三止召开第四会期第一次临时会，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现在请李委员鸿钧提案说明，时间5分钟。主席，还有各位同仁，我想今天只要在院会 正常的院会结束以后，马上就要面临的就是所谓的临时会。这18年来，我们把临时会都已经把它变成常态化。其实临时会要召开，它的基本的精神，其实依照宪法或者依照立法院的组织法，其实都明定得非常的清楚。可是我们现在把它常态化，那实质上它的原因是在哪里？如果是要追究它的原因，我们的正常的会期是不是不够？如果是正常的我们的会期不够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要重新的来检视？我们是不是要重新的来检视延长我们的正常的会期，而不是动不动的在每个会期结束的时候马上就召开临时会？因为临时会没有办法用委员会来理性的讨论，而是大多都是付诸于表决，没有办法用好好的大家的论述来提述出里面相关的议题跟内容。今天我们看到临时会是我们国家总预算，可是在立法院里面，我们这个会期本来就是一个总预算的会期，有这么长的时间，结果总预算完全不够来审查，原因是在什么地方？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这个地方来去着手？那既然总预算这个是我们国家首要的总预算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一个案件。所以，我们在真的是在临时会的话，是应该要把总预算要把它摆在前面。那另外，针对空污的问题，其实空污这个方向、这个目的，其实都是全民百姓所期待的。可是，不是单一一条法令就可以解决我们整个台湾空污的问题，因为它所牵涉的层面是非常的广泛。你包括的我们的能源政策，包括我们的产业政策，未来我们的经济的走向，包括我们的交通的政策，这所牵涉的是全面性的。所以不是单纯的一条法令就可以来解决我们全国的空污的问题，所以这个也必须要行政团队，他必须要来做出一个中长远的一个规划，而这个中长远的规划必须要有一个循件式的，而且是很专业的。那这个方向的话，就必须行政团队我们的赖奎必须要到立法院来做一个报告，做一个说明，然后让立法委员来做一个监督，对于未来我们的空污的问题，我们的行政院究竟它的方向是什么，然后具体化，这样子比草率立一个法会来得比较来得实际，而且对我们的长久会来得更好。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一次临时会，除了在中央总预算之外，另外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行政院，我们的赖院长，能够针对我们目前国内我们空气污染的问题，来到立法院做一个专案报告。这个专案报告的内容不是单纯如何来防污的问题，这个专案报告的内容必须要针对我们国家整体未来能源政策、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交通政策，把这一些都囊括在内的短中期你的方向做一个具体的说明。我想这个才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劳基法其实已经当初我们已经在走回头路了，所以在这一次在修劳基法的方向，我们更期待的是朝野大家能够冷静地坐下来，真正争议的就那几条而已，好好的谈，而不是盲目的硬表决过去，到时候又要再来走回头路。我想这个只是会让我们觉得立法院更怠惰而已，所以期待各位同仁，我们好好的冷静的来思考我们所谓的临时会。谢谢。谢谢李委员。现在我们就依登记的顺序来发言。首先，我们请黄委员国昌发言，时间三分钟。院长、本院委员，时代力量党团对于这次临时会的召开，我们认为这个是过去立法院这么长久一段时间以来临时会的常态化这种现象的延续。我们对于这一次在临时会当中所出现的议程，针对总预算的部分，是我们身为立法委员在正常的会期当中应该要做完的事情而没有做完，在临时会里面必须要处理，尽表同意。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清楚地指出来，由于在临时会当中他只处理特定的议案，所以过去这十几年来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临时会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游戏。不仅仅是现在执政的民进党如此，过去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也是如此。那既然这样，我们就有必要透过临时会整个议程的设定，来清楚地检视目前的执政党，他对于台湾社会重大急迫的事情，他议程的设定以及政策的立场到底是什么。我还记得过去在马政府执政的时候，许多年轻的朋友站出来抗议的不仅仅是马政府的亲中政策，大家更沉痛的是社会贫富的不均，以及青年所面临低薪的现象。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在2016年的选举当中，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的总统蔡英文女士，她把劳工政策放得非常的重要，她也提出了最低工资法来回应我们青年朋友对于低薪的不满。但是一年多过去了，相同的问题继续存在。我们目前执政的政府到底采取了什么作为？我们就以这一次临时会的议程来看，这次临时会的议程多了一个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引发广大的年轻世代以及劳工朋友强烈抗议的劳基法修二，在另外一方面却又增加了执政党版所提出来的税改方案，要进一步的让我们的鼓励大户能够享受最优惠减税的利益。劳动者的报酬不但没有提升，鼓励所得者企业的利润不但提升的背后，我们在这一次临时会的修法竟然是要进一步帮他们减税。对于这样子的政策方向，谢谢黄委员。下一位请徐委员有名。
谢谢主席哦。我想我这边要真的公开沉痛的讲，开临时会是我们立法院的耻辱，开临时会尤其这么频繁的开，这是立法院的耻辱。为什么我这样讲？总预算处理我们可以选择延会啊，让委员会继续审查，让一些有争议重大的事情我们可以了结。各位请问庆父案、列雷舰，我们有调阅小组，我们报告出来了吗？我们很快的让正常会期结束，第一个进入临时会，临时会只有大党能提议程，小党团被排除。老实说，也不要说大党啦，只有执政党的意志能贯彻。我想请问，人民的声音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主张要撤回劳基法？昨天维安升格啊，今天早上所有记者只在谈一个事情，太阳花 2.0。 想想太阳花发生的时候是马政府第二任末期啊，我们新政府执政不到一半，就在担心太阳花 2.0， 担心318，担心有年轻人冲进来，外面都是警察，站了48个小时，在雨中，在低温里面。请问在怕什么？在怕什么？心里有鬼吗？如果你审的是空屋法，你审的是矿业法，我们需要那么多警察在外面吗？我们要他需要他在淋雨吗？我们要担心秘书长拿着照相机在那拍这个窗户有没有坏掉，这个门有没有坏掉？怕什么？怕什么？我想请问，我们开临时会怕成这个样子，要找警察在那边？你若审矿业法，你审空屋法，警察可以回去休息。人民非常高兴，想知道跨年的时候啊，全台湾看不到天空。执政党有县市长办跨年晚会，他难道不知道吗？审空屋法需要警察在外面吗？审矿业法需要警察在外面吗？需要拿着手机去拍哪个窗户被破坏吗？就是因为审劳基法，心里有鬼，在怕。想请问，恳请太阳花 2.0 第一任不到一半就开始担心，那以后会不会有 3.0 啊？会不会有 4.0 啊？一个临时会开成这样，是立法院的耻辱啊！好，谢谢徐委员。下一位，请洪委员持用。院长，各位同仁，大家早。要加开临时会哦，时代力量的立场，刚刚两位委员都讲得非常清楚了，不是不能开，而是我们开的议程到底是不是我们现在全民的共识，而且是重大而且急迫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空气不好，不是今天或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这是长期以来在台湾，尤其是中南部的民众所切身每天都在呼吸，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而且严肃的问题。它的成因有非常多，或许不是只有靠着修法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我想在场的委员应该都可以同意这件事情。但是我这一整年来，我在咨询我们的环保署署长的时候，他有说过一句话，他说：“近期在我，我们要做的是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事情，应该要快速。”而且尽我们所能的去解决这些问题。我想在场的委员应该也可以同意我们环保署长所说的这件事情。所以时代力量主张，在这一次临时会，我们应该要把空屋法纳入这一次的议程里面。我想中南部的委员都可以体会到我们的民众对于这个问题的关心跟这个关切。我想每一个委员都感受到了，不是只有我，不是只有时代力量，不是只有在野党，也不是只有执政党，所有的委员都关心到了。最近，我想所有的委员在基层所听到的声音，或许
我们这个空屋的问题已经大于我们劳动的问题了。所以这一次的一个问题，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委员能够一起来支持空屋法，把它纳入这一次临时会的一个议程。中南部的委员，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急，不是我们今天不讨论，我们已经拖了一年两年，在这一届会期开始，这一届开始，我们其实应该早就要来讨论这个问题了，但是我们拖到现在。而北部的委员们，我想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我们中南部的民众，最近大家一些境外的污染移到我们台湾的时候，我想北部的民众也有开始一些感受。中南部一直承受着健康不平等、环境不正义的问题，我们也希望北部的委员一起共同来协助这个问题的一个改善。我想最后，空屋法真的刻不容缓，我们已经拖延了太多的时间，希望所有的委员来支持，尤其是中南部的委员，真的不要说一套做一套，我们应该要支持这个法案纳入临时会，我们尽快的把这个空屋法来做一个修正，不要一拖再拖，我们不要让人民不再信任。谢谢洪委员，下一位请高陆仪用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我想时代力量对于这个临时会的立场，刚刚前面三位委员都讲得非常清楚，但至于为什么临时会会被解读成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彰显，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全体同仁在这个民主殿堂当中应该要深深去思考的地方。但是呢，在这里呢，不管是民进党、国民党跟亲民党所提出来的提案哦，在这边要提出在临时会去审查的案子哦，我发现没有一个案子跟我们原住民族还有跟山林环境有关的矿业法修法。我想从去年这个矿业法修法在齐柏林导演意外之后，已经达到社会各界高度的重视。我们从看见台湾里面，看到台湾的山林满目疮痍、开肠破肚的这样的状况，对于矿业法的修法，应该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尤其对于台湾的原住民族，对于台湾的泰鲁格族，他们面对雅尼在花莲新城山矿产开肠破肚、破坏殆尽的这个状况。他们因为这样的矿业法的里面的不良的这样的一个法案，对于侵害人权、侵害财产权，对于有关于不同意不经过原住民同意，对于倾向财团、倾向矿权业者的这样的一个条文，他们要经历40年惊心忐跳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他们要经历40年跟雅尼抗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他们要经过这么多年还我土地的运动，结果呢，还要再经历雅尼展现之后20年的这样的一个侵害。我想矿业法里面有非常多我们必须修正的法案，譬如说侵害人民财产权的47条，譬如说过度倾向矿权业者的31条，这些必须都要尽快的去删除。再来呢，有关于环评制度健全，也必须在矿业法里面建立起来。还有资讯公开，遏止官商勾结的这样一个陋习，尤其是关乎原住民知情同意权里面的条文，在我们现在现有既有的202个矿区里面，有80%以上在原住民族地区，可是这里面没有一个既有的矿区是经过原住民族同意的。我想我们现在不应该以拖待变来面对我们现在山林，面对我们的原住民族。过去
谢谢高陆用委员。下一位，请陈委员移民。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关于这次临时会的这些提案，本席有几个建议了。因为其实民治我欲，常在我心。大家都知道说，其实现在台湾空污的问题非常的严重。就在前几天，叶光鹏医师曾经针对台湾在过去这一年，整个空污的状况 ，PM2.5 的状况，提出了一些他的数据。数据显示，前三名都在我们高雄市，尤其是第一名就是在左营。大家都知道说 ，PM2.5 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不是只有肺部的疾病而已，心血管的疾病也是非常的严重。就有民众告诉我，看了这些新闻之后，把一个空气清新机从台北寄到高雄，给他的爸爸妈妈，结果爸爸妈妈跟他们讲说，放了这个空气清新机之后，每天出现的都是红色的讯号，也就是一直在用，但是呢，红色的讯号，而他爸爸妈妈就住在我们三民区，大家可以想见说，本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整个的我们的执政党视而不见，民之所欲，但是没有藏在他们的心。请问大家，对于一个空污防治法这么重要的法案，这么久都没有修的一个法案，为什么不列入这次的临时的提案、临时会的提案里面去？而且这里面其实我们要求的就是空污费的使用必须要花在刀口上，而且应该要针对高污染的这些地区，包括高雄、台中这些重要的地区，必须要有一个策略，好好来协助民众。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看到的执政党把这一个总预算摆在最后一案，甚至有些民众会说：“啊，你国民党为什么没按那嘴？你按那好，按预算如果不赶快过的话，就会让我们公务员没办法加薪3%。”我这边要提醒，这是一个假议题，因为只要我们的预算案过了，里面的即使你摆在最后一案，都一样是可以追溯的。这一个公务员他们的加薪是刻不容缓。其实本席认为，不是只有3%而已，你要加个5%、10%，我们都赞成。重点在于是你们不要用这种假议题来糊弄我们的民众。最后我要讲到，这监察院的这个案子，其实这是个愁庸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提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到底有什么样的理由？为什么这个愁庸的案子要在临时会来最后提出？还有水利会的东西，请不要把黑手深入这样子的一个本来就很好在运作的一个水利会的一个场域。最后，我提醒我们的所有在场的民进党的朋友们，民之所欲，常在我心。临时会应该是要针对重要议题、有急迫性的议题来做，不要把临时会当作是常态的会议来执行。谢谢。谢谢陈委员。下一位，请蔡委员议语。主席、各位同仁，那我们今天我们立法院大家聚在这边，就是在讨论我们临时会的一个议程。刚刚看到我们很多同仁讲到空污法，讲到矿业法，确实空污法的修法跟矿业法赶快完成三读这项工作，是立法院，是我们现在国人认为要好好来讨论、好好来处理的一个问题。但是我想大家也知道，空污法现在还没有复委，也就是他还没有在委员会中过可以有一个妥适的一个讨论。那矿业法呢，目前它的条文保留也还需要时间来协商。那我想大家都知道，临时会的时间从今天到1月31号最后一天，事实上我们只有3个礼拜的时间。这3个礼拜有太多关于台湾的一个现状要即刻上路，整个执政必须要让它顺遂的一个运作。我们为了公务员加薪3%，我们的总预算一定要通过，我们的税改事实上已经讲了很久，台湾的税制因为对于外国人过好，所以台湾很多资金都会遁成外国资金，然后
来投资造成的整个赋税的不公平，而且我们希望可以降低薪资所得的一个赋税，可以提高对于弱势团体的一个扣除额，这些事情必须要即刻的处理。尤其我们都知道，监察委员的提名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从提名到现在超过9个月的时间，这9个月的中间，我们看到这些被提名人，其中还有我们的刘文雄前委员，他也来不及，根本还来不及，会有面对这样的状况，所以监委的处理是很急迫的。那很遗憾的，我们看到现在的监察院长怎么样？现在的监察院既然还会配合国民党提出党产的一个事件，结果竟然监委去提出来，那国民党还竟然在反对年金改革的时候，监委把国民党的理由一字不漏的提出来释宪，所以这个现在的监察院呢，很遗憾是国民党的赋税组织，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边主张，如果现任的监委总辞的话，我们就不要处理监委的同意权，那就看现在的监委敢不敢。哦，那我们也是主张这一次的临时会有太多必要的东西一定要即刻处理，劳基法为了让台湾的经济可以发展，我们劳基法的修法一定要完成，在这个临时会完成三读，谢谢大家。谢谢蔡委员。好，这个请各位委员啊，彼此尊重啊，台上在花园，我们希望台下啊，我们希望台下啊能够尊重台上委员的花园。下一位，请中委员嘉宾。主席，在场的委员先进，古语有云啊，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七年的尘埃要用三年以上的艾草才能治疗。这句话告诉我们，有事情有轻重缓急，有的事情要见急履急，有的事情不能一拖再拖。很多委员关心到最近的空气品质，坦白说，我的故乡屏东，尤其在潮州这个地区，冬季因为气候条件造成了其他地方的污染源来到了我们屏东，影响我们的空气品质，妨碍我们国人的健康，已经早有多年。但是我们想想看，在冬天我们担心空气不好，夏天我们担心豪雨造成了淹水，汛期来了我们担心呢雨季水患。在我们这个临时会当中，有许多议题我们要依序的一一来加以治理。过去政府6年600亿，8年800亿，投入了很多预算来处理中南部地区易淹水地区的水患治理，这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农田水利会。讲到农田水利会，大家会想到那跟农会渔会有什么两样，就是农民团体嘛，非也。农田水利会现在他所处理的工作，所有的灌溉渠道有多少是在肩负着农业用水的灌溉，其实另外的负责陆陆续续农田变成建地所需要的社区排水，所需要的当水利会废沟之后，灌溉跟排水都用不到的各废沟之后，它的土地开发成为现在农田水利会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看看这个农田水利会，它的资产表面上是人民团体的，它的预算几乎都是公务机关编列，而它的功能变成跟农民关切以外居民的排水水患的治理有关，而它土地的开发运用又涉及到未来都市郊区的发展所需。因此呢，在这次执政党民主进步党包括行政院，我们很负责任的对于农田水利会提出一个组织通则的改变。过去大家认为它是农民的团体，所以呢，国民党时期我们要求应该回复到由下而上的草根民主，但是在这一次外界有个误会，以为我们将农田水利会要改成会长官派，错了。这次农田水利会的改革不是要去讨论它的首长的产生方式，而是整个组织的性质要改为公务机关，回归到它是由公务预算编列，应该由公务机关来执行它的任务。因此呢，我们诚恳地呼吁各界，这次不是讨论水利会官派的问题，
而是讨论水利会改制的问题。透过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我们不让它成为一个实际能肩负都市排水性质的水利单位，我们也希望说在改制之后，透过组织通则保障现有人员的权益。说明完毕。谢谢钟委员。下一位请曾委员鸣钟。谢谢主席。刚刚聆听了几位民进党委员提到监察院，各位很清楚，监察院是宪政机关依法执行职务，结果被蔡委员讲为他是国民党的护水组织。既然你认为他是国民党的护水组织，我建议你要跟蔡总统讲，为什么？既然是国民党护水组织，他还要提名十一位，你还把那人拉进去临时会，前后矛盾啊，前后矛盾，前后矛盾。我表达严正的抗议，这第一点。第二点，这一次临时会，国民党建议第一个要纳进去总预算，因为各位很清楚，这个会期是总预算的会期，而且涉及到庞大公务人员的加薪，所以我们建议把它纳进去，而且要列为第一案，而且关系到整个未来经济发展很多的资本支出，所以我建议纳进去，而且纳为第一案。第二案是空屋法，各位很清楚，临时会是因应重要急迫的法案，那空屋台湾地区从北到南，你看现在很多的民众出外都要戴口罩，所以空屋法最为急迫，应该纳进去议案。第三个游会执行法，因为整个现在民进党执政的结果造成很多游行抗议，我觉得有必要因应实际上的需要做适当的修正。第四个是税改的法案，我们国民党也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具体的目标，尤其国民党的建议里面有三项。第一个是中小企业的营所税维持17%，各位很清楚，过去两年来中小企业的营运也好，获利也好，出口也好，在减少当中，尤其民进党也推动了一例修，大幅增加中小企业的成本，所以我们建议中小企业的营所税维持在17%，但是比较大型的中小企业可以适用20%，基本上国民党也赞成。第二个是有关学贷特别课除额，大家很清楚，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平均只有28,000，而且他很多的80万的毕业生背负了30万到40万的学贷，所以因应实际上需要，国民党特别提出毕业5年后给予他50,000的特别课除额，学贷特别课除额。另外，幼儿学点特别课除额因应少子化的结果，从现在50,000提高到120,000。所以国民党的税改方案，希望在座的委员朝野一起来支持，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曾委员。报告各位委员，登记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现在依提案先后进行处理。那么针对临时会，我们先处理开会时间。那么开会时间有柯委员、建民等提案，以及亲民党等提案。那亲民党的提案跟柯委员等提案是时间是一致，是一致啊，只有内容不一样。但现在我们现在在处理开会时间，所以我们就一并处理亲民党的提案跟柯委员等提案啊。那么柯委员、建民等提案是建请至107年1月5日星期五至1月31日星期三召开第四会期第一次临时会，这个提案跟李鸿钧委员等提案是一致。那么请问各位委员，针对开会时间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我们就
奏以下决议，有关本次临时会开会时间，做以下宣告：定于107年1月5日星期五至1月31日星期三召开第四会期第一次临时会，1月5日星期五中午举行程序委员会，1月5日星期五下午召开第一次会议，1月8日星期一、9日星期二、10日星期三、1月16日星期二、17日星期三、18日星期四、19日星期五、22日星期一、23日星期二、24日星期三、25日星期四、26日星期五、29日星期一、30日星期二及31日星期三为第二次会议。继续处理临时会之特定议案。那么针对收案的顺序，我们先处理柯委员、建民等提案。请问各位委员，对柯委员、建民等提案首类特定议案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现在按铃7分钟，并分发表决卡。
好，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哪一位没有拿到表决卡？好，都没有问题。那我们针对柯委员建民等提案所列特定议案，请问各位委员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现在进行表决，针对柯委员建民等提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96人，赞成64人，反对31人，弃权1人。赞成者多数。柯委员建民等提案照案通过。做以下宣告：柯委员建民等提案所列特定议案列为本次临时会之特定议案。那么我们继续处理林委员德虎等提案。请问各位委员对林委员德虎等提案所列特定议案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处理。现在进行表决，针对林委员德虎等提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邱委员议员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96人，赞成29人，反对66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林委员德虎等提案不通过。现在继续处理李委员冯军等提案。请问各位委员对李委员冯军等提案所列特定议案有无异议？好，有异议。把你们要表好，好，有异议就进行表决。现在进行表决，针对李委员冯军等提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97人，赞成30人，反对6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李委员、冯军等提案不通过。报告各位委员，本次谈话会处理事项均已处理完毕。下午20:30召开本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请各位委员于下午10:30起就可在议场签到。现在散会。